拉开，来来来来，哈哈哈！哎哎哎，谁又跑出来了？瞅着饿了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艾拉和拉开同时一天，他们结束了就是生产工作啊，但是呢，人家拉开胃口是啥事没有。这个艾拉不行，艾拉昨天晚上我给他喂的食物啊，他都没吃，一晚上没吃。今天我给他拿出来，之后让别的狗吃了。人家看他的这个食物里边跟那个艾拉的食物里边都不一样，因为他的比较多一点啊，又给他加了羊奶粉。艾拉那里边也是加一块红糖，加一点羊奶粉。来，我瞅瞅你看你吃不吃啊？今天行，看来。昨天晚上都没吃饭，我看你现在吃不吃？看这个镜头可以。哎、吓我一跳，昨天。这是你的状态呢？我估计啊，他还想吃这种流食。啊，对。我昨天给他弄的玉米面加肉馅，他都没吃。哦，这猛劲才是我们艾拉的。还得饿一顿，中午别喂了。吃流食，这两天都让他吃流食呗。吃流食吧，反正小伙这两天也吃不多，所以咱给他们整点流食一吃就行了。三天以后啊，三天以后统一的给你们做一次孕餐。孕餐大餐、啊，满满一大锅，随便吃。吃的太着急了。他太稀罕孩子了，他没出去过吧？生完孩子啊？没有，你要说没出去过，出去人家出去之后在外边、拉泡尿一泡就回来了，被压着了，被压着了。来来来，你别往那边紧，你看你抱那么紧干嘛？啊？都是你的，没人给你要。来来来，数数数，数数数，第一时间就要数数。看看多没多是吧？你看少没少，多没多的都得看。压着了，压着了。他搂着，哎，搂的可结实了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。是的，可香了，每回都有一个睡着的。这里边呢，往哪扭头呢？哟，惊着你了？你睡得真香。还是小姑娘呢？嗯、啊，大家看到艾拉这一次带小狗这么好啊，也替他高兴，不像头一窝的时候啊，直接就是面壁思过，生下来之后也不会带孩子，直接就是面壁思过。现在你看看，把我们家艾拉啊美坏了，现在是不是？实际咱主要是目的是刚才看他吃的东西。那个有没有胃口？刚才看到他那一幕，又回到以前了，那样捞捞东西吃。哎呀，我这心里边这一块大石头直接给落下来了啊！要不然我还得担心他，然后再给你还得给他去想办法去给他开胃、吃药啊，或者打针呐、啊，都得要去受疼，是不是？这下不用管了，都能吃上是吧？行行行，我拿着直接咬上了。这个行。第二个，你旁边那个手旁边那个，哎，对他，吃上了，那个，好，哎，这个吃上了，挺有劲儿，他们，太有劲儿。辅助吃一波，咱看看拉开那个小狗怎么样，是吧？都得轮流看，对，因为他们刚生产第二天，就得这样去操作，辅助一下，看他们吃奶问题有没有。嗯你吸哪儿了？你吸错了，我拽都拽不下来。你这个家伙，你保证每一只它都能吃上啊？嗯，都吃上了，都吃上了，不动了。你看现在，摇头晃脑的，现在已经学会吃了。我就怕咱这走了一会儿，艾拉然后一动，艾拉不会动。哎，你看那个跟鸡刀石似的，鸡刀石。第二天就开始学会这样了，采奶了。第一个又吐出来了，不饿。是不是？哎，还是抢，放到这儿就会咬。嗯，行嘞。哎呦，看看拉开，
他们全家都在电热板上呢，得辅助辅助吃奶了，他们奶。看看有没有多，八只，一个手都抓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别，咋了？他不想吃了？你自己找吧。这个已经咬上了，后头的已经咬上了。让他吃上面那个。给你，这个，你看，你一拿起来它之后，它就不找了。拱不会拱。我拖着它屁股。让它自己找。嗯。哎，吃上了，吃上了。哎，自己找。这边又吃上。马上，加油！哎，吃上了。你吃这个，吃这个。你吃这个，吃来。哎，可以。哎，都会吃了就行。放上就会吃了。啊，你吃上面这个。你吃这个。有拖着屁股的，嗯，哈个，可以，哎，太高了，你从底下，你再从底下又起来了，你得吃底下那个，要不然没有了。太高了，不行，吃这个不行。那行，扶一会儿，那只呢？但是那只呢？那只在底下呢。往前让它躺一躺，不是掉下去那只。这样，那俩手扶着。没事啊，平常他们吃的时候，那在这电热板上高一点就没事了。嗯，好嘞，还得拖屁股呢啊！你俩能不能互相挤着点？这两窝啊，刚生产第二天，刚生产完第二天。这个小狗的妈妈呢，这个拉克跟艾拉他们两只这个胃口已经恢复正常了，不像头一天吃不下去东西啊，这个现在已经胃口打开了，没事了。再加上一个就是啥，小狗第二天了，他们也自主的也会放到他嘴边的东西，他会去咬了啊，这就是让咱大家高兴的，很高兴的一件事。嗯，但是他们这几只，这八只那九只几只，我得多进来几次，多辅助辅助他们。他不是说少，如果要是像多米那种的五只狗不用管，你就是这个吃不上，那个肯定得能吃上，他们就不一样了啊，他们就得让我多辅助一下，就这样拿着，哎，放到嘴边他能咬住，吃上一节两节奶，咱每天多辅助几次，这样咱大家就放心了。这样，哎，咕咚咕咚的往下咽着呢。看这小粉粉嫩嫩的小嘴巴，太好了。看着吧，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吧，长得快着呢。